这摆强烈地震甲南山地震是已经挖滚500届了，第一张暗加加半米，又可能发生一摆规模比高较大的南山地震。气象署表示，南山地震有渐渐挽回趋势，即马先加强监测梅山断层，因为已经有百年无较大的地震了。这是暗时10:30，花莲近海阁发生规模5.1的地震。昨日初五透早2:00，阁有一届规模5.3的地震。除了高雄、屏东以外，全台湾拢有感觉。气象署分析，这两届地震也是属于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的地震尾。统计为初五中昼，包含伫最后的地震甲两届规模比例较大的地震尾，以及明显有感觉小区域的地震，累计地震尾拢总已经有496届，其中以小区域的地震比较较侪，判断地震尾渐渐较少，这个情况会愈来愈明确。那主震跟比较大的余震6.7还是维持在那个一样的数字，所以我们从这边来判断，目前地震是有往小。往数量少的方向在做发展。地震中心表示，断层的发生地震拢是一定能量的累积，当一个所在释放能量了后，压力就会变小，也无排除应力转移，可能会引起熟龄区的地震。学者认为，这届花莲强的地震是海华山脉下骹的热断层系统，为较早经验显示，确实有可能引起中央山脉断层系统的活动。在花东这边的地震的发生是。大家会注意的，就是说会看有没有的，会不会联动性的问题。不过就是说，事实上地震的发生很难去这个预测啦。不过就是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是。的确是要很审慎的去应对。另外，针对气象署加强监测嘉义梅山地震，学者也分析，因为梅山断层较早有两个活动，拢是以百年做周期，当地位1906年到即马已经有百年无较大的地震，确实要注意能量累积的状况。另外，估计在花莲7.2的强烈地震了后，地震尾可能持续2礼拜至1个月，建议民众若是厝内厝有受损，要赶紧补强，也要注意家具的排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